想要穿着新买的比基尼到阳泉学卖力，可是泳池实在太不干净，我们真的好伤心。多亏有了美好的 DFC， 心动不再迟疑。想要把绿藻刷干净，就拿起清洁剂。每次当我一说泳池很脏，你都不相信，却又总是问我谁要去清理。我们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冲进泳池里，然后刷来刷去刷到眼睛长胶皮。泳池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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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真的真的超干净，还会闪你闪你亮晶晶。金兮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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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布灵布灵闪下你，阳泉诚心诚意欢迎你，欢迎你。耶、yeah. ，超干净的哟。我并没有耍白痴啊，白痴 OK。嗯，经过这次的挑战，然后我发现就是说，就是即使我们一开始去是很脏乱，但是即使我们去清了之后，后来有人去使用的话，那还是会变得脏乱。所以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都在使用的时候就多爱惜一点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变那么脏乱了。嗯，经过这次的挑战呢，其实我们这组就是经历了很多的艰辛跟波折。因为我们大家的主题啊，还有应该要做什么事，都是最后的几个礼拜才决定好的。但是大家还是能很有效率的完成了。哦，身为组长的我，没能成功的好好带领大家，真是感到有点抱歉。不过我们组员还是真的很努力、很尽心的在做事。好，就这样。就是在活动的过程中，可以跟同学合作，就是带来的成就感非常大。然后，就生活中的问题也可以学着去解决啦。真的，就是改变生活其实很简单，就这样。我觉得就是跟大家一起共同完成这件事，感觉蛮开心的。然后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大家一起录歌，大家一起在泳池然后录歌，那个感觉还蛮棒的。然后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是大家到最后一个礼拜才开始在做这件事，然后大家时间也没有可以一起约好，所以就是时间蛮紧凑的，所以一开始就要开始计划这件事。然后最后我也觉得也很感谢我的队友可以帮我帮助我包容我一些不好的地方，谢谢。是 DMC 啊，其实一开始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而且我们大概是从就是大概。几个礼拜前才正式的决定我们要做什么，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是都很认真，然后都很厉害，毕竟就现在到了这个关头都有做出来。动啊！好，等一下。转。